那个就我妈妈扔，我妈扔眼睛，现在现在好厉害，她那个一点都看不着。嗯啊，就是好像是那个配眼睛的地方，就是根本就没眼睛可配，她那个度数都超过他们那个范围了。嗯，我说现在让我妈就是一直在诊院看能不能好，就是她这个是不是眼睛的影响呢？肯定的，你妈妈打过胎嘛，就有孩子了。嗯。打过那个，我让他去练的了，他练现在腰啊什么腿啊已经好多了。啊，好多了嘛，就是说不够呀，欠的多还的少，还一点好一点。